2021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国际合作的决议，然后宣布将每一年的7月20日定为国际月。片中并未有什么异样，但是部分人依旧相信月球上存在外星人或者某些未知的东西，说不定登陆的宇航员都被他们控制或者威胁了。总之，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数据来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月球上有外星人。他们认为就连阿姆斯特朗登月之后信号意外中断也是外星人做的。此外，部分宇航员在采访中对月球所见的模棱两可也是让人们起疑心的原因之一。不过一般来说，在科学的视角下，美国宇航员在月球的所见都是符合人类预期的。他们看到的只是一片荒芜的星球，那里没有水，也没有任何生命存在的迹象。此外，当美国宇航员站在月球上看地球时，发现地球占据了视野当中的大部分，而若是久久凝望，他会感到十分的惆怅。这大抵是人们第一次体会到宇宙之大和人类知晓之间的鲜明落差感。当然，官方对于民间的各种猜测和传说依旧保持了置之不理的态度，更没有将宇航员在月球的意外所见当成是不再登月的原因。那么，既然没受到外星人的威胁，为何人类在这些年间再未尝试过登月呢？实际上，在这一问题主要被针对的提问对象就是美国，因为他们有了多次登月的经验，按理来说，再进行登月是